得全新一代迷你型非接触式转速计 UT373， 可测量转速及计数，采用激光散射原理，使之能更好瞄准反光值，保证测量的准确度。 UT373 常用于电机、风扇、纺织、洗衣机、汽车、飞机、轮船等行业。将反光纸贴在待测物上，默认进入转速测量，稳定转速计的位置，将激光对准被测物上的反光纸，测量时距离被测物大于等于50毫米，与反光纸的垂直夹角小于等于30度，启动待测物，转速计即显示正在测量的转速，